我们来算一下这一题，它说呢，设 log 2等于 x， log 6等于 y， 那要我们以 x、y 呢来表示下列个数。OK， 我们有四个子题，那我们就来试试看。那其实当我们呢在看子题之前，我们看前面的前提跟叙述的时候呢，学长希望你可以有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说呢，我们如果啊有6跟有2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知道利用对数相加减可以凑出呢这个真数相乘除。那因为6跟2的关系是什么？6除以2等于3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把 log 6除以2去算出来的话，也就是 log 3的话，那不就是 log 6去减掉 log 2吗？真数相除等于对数相减，所以呢，就代表说 log 3其实就是 y 减掉 x。OK，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我们写在这里，log 3等于这个 y 减 x。所以对于我们的第一小题，你就发现它用得上了。为什么呢？因为 log 三分之一呢，其实就是什么？就等于 log 3的负一次方。那我们这个负一次方不是可以往前提吗？所以我们就会变成是负的 log 3，也就是负的 y 减 x，所以就变成什么呢？x 减 y 了。好，我们就用呢 x 跟 y 表示了 log 三分之一，这是第一小题。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小题呢？第二小题的部分，哎，log 5的2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用换底公式怎么样？我们想要凑出什么东西？因为这边的底都是以10为底，所以全部都以10为底是一个比较怎么样好思考的方式，所以这是换底公式，它让我们方便的地方，我们就换一下底，就变成以10为底，log 5分之 log 2。那我们知道 log 2是 x，那 log 5呢？我们也知道 log 5它其实跟 log 2很有关系，因为我们可以把 log 5想象成什么呢？我们可以把 log 5想象成 log 的10除以 2，OK，那这边是 log 2，所以我们就又可以把这个10除以2呢想象成 log 10减掉 log 2分之 log 2，所以我们经过了计算以后，log 10就是一嘛，log 2是 x，那么 log 2也是 x，所以 log 5的2就变成一减 x 分之 x。这个也没有问题。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小题跟第四小题。第三小题的部分呢，哎，log 18的10也是一样，看到不同底，我们前面的底都是10嘛，这边是18，我们就想要怎么样换底？OK，换底才让我们能够有好的这个替换。所以呢，log 18的十就会等于 log 18分之 log 10。那我们知道呢，18其实是等于什么？18不是是等于9乘以2吗？也就是3的平方去乘以2。所以我们可以把 log 10已经确定是一了嘛，这个没有问题。那下面就变成 log 2乘上3的平方。那我们学过。这边既然又有真数的相乘，又有次方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边把真数相乘变成对数相加，又可以把次方提出。希望大家呢可以慢慢练习，一步到位。所以呢，下面就会变成是 log 2加上 log 3的平方。那平方我们不要写在这里了，我们平方可以顺便提出，就变成2 log 3，然后呢分之一。那 log 2是多少？我们知道 log 2是这个 x，OK。那 log 3呢？哎，我们 log 3，我们刚刚前面也已经算过了，log 3是 y 减 x，所以呢，再加上两倍的 y 减 x，然后呢，最后是分之一，所以就变成2y 减
2x， 然后再加上 x， 所以我们的答案就是 2y 减 x 分之一。好，这一题应该也没有问题。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小题。OK， 第四小题我们用橘色的好了。第四小题呢，他问说 log12 的这个27也是一样， 12 是同底吗？跟上面都不同底，所以如果要我们用 x 跟 y 来替换的话，我们好歹要把它变成同底，所以呢原本的 log12 的27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换成呢是这个 log12、哦、log12、欸、给大家重写一下 log12 分之 log27， 然后12呢我们可以写成什么，2平方乘以3，对不对？就变成 log2 平方去乘以3， OK， 这个是一起的 log2 平方乘以3，然后呢跟 log3 的什么三次方，所以一边这个把乘除拆开，然后另外一边呢把次方提出，所以就变成是2 log2 加上 log3 分之什么呢，上面就是3 log3。 好，log2 用 x 代入，然后呢 log3 用什么 y 减 x 代入，所以最后你会得到的答案就非常的清楚，就是两倍的 x， 我们这边写前面一点好了，会等于写在这里，会等于呢两倍的 x 再加上 y 减 x， 然后上面呢是三倍的 y 减 x。所以最后经过我们的这个最终的运算，就会变成呢 x 加上这边是 2x 加上 y 减 x 嘛，所以就变成 x 加 y 分之什么呢， x 加 y， 等一下哦，我们把它写大一点，不然这实在是太拥挤了。好， x 加 y 分之这边是 3y 减 3x， 3y 减 3x，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答案。这边呢把它切清楚一下， OK， 这边切清楚。好，所以总之呢这个题目，这种代换型的题目呢，我们不用去硬背，但是我们需要熟悉去习惯的呢就是大量的换底，因为底不一样就换成同底。再来我们最熟悉的这个对数率的部分呢，还是一样，真数相乘除可以拆成呢这个对数相加减，而与此同时有六有二的时候，我们就主动的先去找最基本的这个三，因为三可以用六除以二得到，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用 y 减 x 去表示 log 三，就方便我们后面的计算咯。